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近年来在环保局的努力下突破了哪些亮点？另外，最近的疫情发展，环保局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环保局局长赖焕宏。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空造科科长李坤达。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李科长好。第三位是我们的环管科科长张志远。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科长好。要带大家来看哦，跟上时代的潮流，现在乱丢垃圾的人很讨厌，但是现在科技执法全部都拍得到，一块看看。不管是骑着机车倒完垃圾就走，还是走路双手拎着垃圾就直接倒在中正路656巷巷口，都被基隆市环保局装设的可移动式监视器录个正着。两个礼拜左右就开出了50多张的罚单，依法每张罚单可以处罚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就是要谢谢中正区公所有架设的那个告示牌，然后我们要提醒民众不要在这边乱丢垃圾，然后宣导民众不要这边任意弃置垃圾，然后如果任意弃置被抓到会罚废弃物清理法1200到6000元。这两周已经大概有告发了50几件任意弃置垃圾的案件。就是因为环保局近来发现有许多不守规矩的民众直接把垃圾倒在中正路656巷巷口，因此已经加装可移动式监视器，希望遏止乱倒垃圾的歪风。中正区公所也呼吁民众务必遵守规定，不要乱倒垃圾，避免受罚伤了荷包。我们近来发现在这个区域有许多民众都不遵照规定乱丢这个家户的垃圾在这个各个这个角落，所以我们已经树立这个告示牌，希望我们附近的居民能够遵守规定。而且呢，我们环保局呢也已经利用科技执法的设备都录到所有这个违法的行为。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居民，大家不要以身试法，以免你撕了荷包，而且呢又造成环境的脏乱，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协助，谢谢。环保局职安科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乱倒垃圾的一举一动都被录得一清二楚。你知道吗？这乱丢垃圾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现在所有都会被查到。我们要赶快来请教科局长，局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乱丢垃圾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其实也耐人寻味。对。我想整个基隆市环保局为了要遏止这所谓的脏乱点，就是容易招民众去乱丢垃圾这些脏乱点，其实我们有请我们所有同仁去盘点，其实本市大概还有60几处了，哇，这么多容易被这样丢的垃圾，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没有试过了找同仁去啊，绝对都不会有垃圾，但人一走就还是垃圾就来了，垃圾就会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想说如果能够用机器来代替人力，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装设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的监视设备，这个是首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装设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的一个监视设备。那这样移动的监视设备，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大概都是以车追人，只要你是骑的摩托车的，因为你那个车牌号码实在是太好辨认了，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车牌号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行为人。那下次大家就是走路去丢垃圾。我们也真的有，你说走路丢垃圾其实我们也会请当地的里长来协助啦，指认啦，那有时候还是会指认出一些其实在旁边的人，那我们也会先请里长去规劝他啦，如果你再丢了，我们就一定是告发，对，开发处分。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每在这样的一个录影带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看到上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地方已经都清空了，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妙龄女郎就手提包刀包包，她真的在那边来回纠结走了5圈，左一圈右一圈，走了最后之后她还是放下去了，对，方便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可能还是要跟所有的市民好朋友，这个地方不能丢就是不能丢了那我们也可以猜测这个小姐应该是要出门，不管是上班逛街要去做任何的活动，但是这包垃圾麻烦还是按照那个时间我们基隆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收运垃圾的城市，对，所以应该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家资源，在该丢垃圾的时间把它丢出来。
欸，说到这个丢垃圾，大家就会开始回想到我们的这些环保问题哦。因为台湾每年使用超过15亿个一次性的饮料杯，冲击环境是很严重。环保署就指出来，有鉴于国际要来减速，要减少一次性的使用饮料杯子，还有这个废弃处理对环境的冲击，所以他们有出了一个筹案，是不是要请局长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好，谢谢哈，我想。从民国91年开始，其实政府大概就会针对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使用哦，所谓的一个塑胶袋和源头减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好就开始来执行。尤其开始的时候是针对于公部门、学校、百货公司和一些公务中心啊，包括一些量贩店、超级市场或是连锁的便利商店，还有一些速食店。还有有店面的餐饮业，我们开始来限制它这样的一个使用所谓的一个塑胶的免洗餐具。然后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有开始有订一个一次用的，我们只用一次的这样的外带饮料杯的一个源头的一个减量和回收的奖励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是能够鼓励了民众要自己要带这个环保的杯，自己准备的杯子，可以享折扣优惠，也减少这样的一个废弃物的产生。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自带杯的优惠，不管在冷饮店、热饮店，其实就不断的都有产生。那我想至少都有2块钱以上的，从 Seven 买咖啡，或者是到一些著名的咖啡店，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啦。那这样的一个优惠最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再使用这样的一次的一个杯具。那为什么不要让使用一次的杯具？我们其实有对于有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查，就是整个在海岸其实这样的一个废弃的饮料杯是10大最常见的一个废弃物了，那目前是排名第9。那这样的一个废弃的饮料杯呢，随意的弃置然后让它在海里漂流，其实容易造成海洋生物上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环境的污染，而且会容易造成海洋生物好的一个严重了。所以如何来减少这样的一个饮料杯变成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议题啦。嗯，是可以看到真的很因为环境的保育真的很重要，不要再让垃圾一直不断的蔓延出去。你知道吗，上次我们就是去出海去嘛，然后结果你知道就经过那个环垃圾袋，我差点就没吐出来，真的很大一片，很恐怖。所以就是环保署有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那是不是因地制宜呢？所以我们开始就会设定一个一次用饮料杯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措施在基隆市，所以我们希望说在111年的7月起这样的一个连锁的饮料店或者是连锁的便利店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速食的店，能够有至少要有5块钱的一个优惠啦，这个用这个价格价差来鼓励啦，在鼓励。然后我们也希望让这样的一个店家能够习惯或提早因应，所以我们预计就会办理相关的一个说明会，来邀请我们大概全市大概有304家的业者来一起来配合啦。那因为在7月1号之后就一定要执行，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6月30号的一个说明会，让所有的店家能够来配合来执行啦。所以到今年的6月30号就开始推动了。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113年的12月31号，大家不要觉得113年很快就过去，其实也正2年的一个时间。未来就是不得提供塑胶的一次性的一个饮料杯，这样一个不能提供的饮料杯已经列入为国家的重大的政策了，所以也会让所有的店家在这段时间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了。那基隆市政府也预计在112年的7月1号会公告限制禁止使用这样的一个塑胶的一次性的一个饮料杯。那我想整个环境都需要靠大家的一起来努力了。那如何的把随身带自己的一个饮料杯变成生活习惯，我想我们从学校希望从我们市民好朋友从小时候就开始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相信小时候大家都有带水壶嘛，
我希望能够大家唤醒大家小时候带水壶的习惯，以后长大了除了帮小孩子带水壶，自己也有带这样的一个饮料杯。是，你要自亲自示范一下，你自己就今天带。是是、好，那说到这一个，我们就知道其实宝丽龙其实很是危害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宝丽龙的部分是不是也有禁用呢？我想宝丽龙的一个禁用，我想是第一波一定会先去禁用，因为宝丽龙的危害其实在海洋的生物的危害常常会被人家误食哦，因为它宝丽龙是一个发泡的，一颗一颗小小的，会经由海浪的一个冲击会变得更小，然后容易让像海龟或一些大鳕鱼类会变得它会去误食，会去把它当作是食物然后把它吃掉，其实对于海洋生物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宝丽龙杯的部分会优先来禁止的一个使用。是，那说到这一个，我除了这个垃圾的部分，另外还有一种另外一个污染是让民众也很烦恼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科就餐饮业是不是有类似做出相关的宣导跟呼吁政策？对，的确是在餐饮业的部分，因为它都多在人口密集的一个住宅区跟住商混合区的部分，所以整体的一个陈情案件数一年来也是最高的哈，虽然它的一个生活是比较方便，但是整体的在我们空污的陈情案件就有四成的部分，就打电话来检举，对，来检举的部分就占了四成。那去年度的话就有262件，哇，那这已经从最高峰已经减少了三成的一个陈情案件了哈。那也是因为我们这几年都有做相关的一些辅导这些业者要加装防治设备，整体的防治设备率呢也从35%提升到了80%。那也是因为他们有装防治设备，那整个陈情的案件数还稍微有点降低，所以这边也再次的一个呼吁，我们空污法第32条事实上有针对油烟跟异味污染物有做相关的一些管制。那在这部分的话，你就必须业者就必须要有相对的一些防治设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至少要先有一个集气设备，就像你家里的一个抽油烟机一样。那它本身最后端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滤网，事实上你从那个滤网的一个肮脏的一个程度，你就会知道说它吸了多少的油烟，有多少的一个污染物的一个出现。那如果要把这件事情油烟彻底的一个解决，那在滤网跟抽油烟机就是集气设备的中间，其实还要装一个静电机，那基本上可以把它提升它的一个油烟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效能，那整体的一个污染一个减量应该可以达到80%。那另外的话，如果你要再处理一下异味的部分的话，那你可能在静电机的后面要再加装一个类似像一个臭氧机啊，或者一些活性炭的吸附的一个设备。那我也看到有一些臭豆腐店它是装活性炭的一个吸附，也看过一些像麻辣火锅店它有装臭氧机等等，那可以因不同的一个需求来做设计。那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基本上所有的餐饮业都要有适当的一些防治设备，才能够把这些污染物来做降低。那但是有些厂商其实他有了防治设备还是会被澄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做保养，那或者是设备坏掉，还是硬要是继续营业。当然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餐饮业会被澄清，其实他的生意都相当的不错，如果你生意不好基本上是不会被澄清的。对，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平时就要做好这相关的一些保养的部分，让这些你的设备能够妥善的一个使用，发挥它的功效。无论是把这些油烟给完全的去除，或者是说把这些异味做去除。那最后一道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滤网，也是很重要。你可以从那个滤网来看到，你的静电机效能是不是好。那如果没有滤网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你会看不到，你以为没有问题，但事实上还是有一些污染物会跑出来。是，所以就是要呼吁业者就是要做好保养的工作，这样就可以减少民众的投诉案，那当然生意也会越来越好。而说到民众投诉要带大家来关心这一个，在苗栗曾经就发生了这个有民众从车子扔出垃圾被检举，但是他们当地的环保局是说没有办法开罚，然后民众就上网抱怨啦，真的怎么会这么离谱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请教局长。好，我想。这个最主要是在1997年环保署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明，就是因为它不是从驾驶的
地方丢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一个的行为人到底是不是车主了。所以我想苗栗的一个适用也是因应的适用在民国1997年环保署的正式的解释函的，就是不宜对车主来告发了哈。那我想不宜两个字并不是不可了哈。那在这边还是说明，如果是在基隆市政府的话，我们通常还是会以车追人，然后我们先要从车主的端去确定当时的驾驶者是谁，那再从驾驶者哦，当时主要的驾驶者是谁，然后谁他的旁边是坐的是谁，还是他后面的是坐的是谁。所以在基隆只要有拍到你是不管车子的四个窗或者是从后面丢出来都一样，我们一定会先以车来追人哈。那最主要能不能罚得成，那也是有它的一定的行政程序，那变成在基隆会多一点，好多做一点，然后就是我们去确认一下这样的一个行为人。那我想苗栗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当时的车主不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没有办法告发了。那没有办法，我们一般还是希望说，如果是车主可以主动告知，那我们也针对这个行为人来做一个告发与处分。是，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垃圾不落地。不过说到垃圾不落地这一件事情，要带大家来看一个很离谱的现象，居然有人把垃圾挂在我们的电线杆上。抬头一看，高架桥下方一整排的电线杆怎么挂着三包东西？仔细看，原来这三包都是家用垃圾。自己安排一个老伙仔住楼顶啊，啊边食物啊都等下他烤的。啊，早起，拄啊早起嘛等一包咧，这个四楼咧当火顶管。哦。啊，这四楼这早就拄啊这中头这咧讲给我听。而一旁草地上也被丢了不少垃圾，还散发出阵阵的臭味，让居民简直气炸了。上面那一包红色应该是比较最近比较新鲜的，应该一个礼拜左右。那另外那两包可能是比较久。基隆西丁河高架桥下方成功一路118巷，有居民发现电线杆上居然挂着三包垃圾，居民怀疑是住在高楼层的住户往下丢的。我们根据我们的同仁大概表示，那个是属于一个恶意的，那当然是好玩恶意性的一个方式，将垃圾放在这个清洁队无法清除的地方，那这样子有可能是一个随手乱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了。那但是这个方式是非常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市民好朋友一起来维护环境啊。如果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也麻烦可以拨打本市的一个公害澄清专线，我们会去调阅附近的一个监视器，然后来遏止这样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行为。环保局接获报案之后，立刻派员前往处理，不过电缆线过高，还得转报公务处，派出高空车作业才能够取下垃圾。恶意的将垃圾悬挂在那个电缆线上面哈，那这个事情哈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啊，环保局会依法开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那这样的一个挂在高空上面的一个垃圾哈，其实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哈，才能把它做一个清除。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哈，千万不要乱丢垃圾，尤其在晨勃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稽查，那也会用科技执法哦，然后来录影，然后来做一个取缔。环保局将清查垃圾内容物，追查出凶手。只是这样乱丢垃圾方式，真的是令人傻眼。真的不要乱丢垃圾，因为乱丢垃圾很惹人厌。其实还有很多案例是那种乱丢垃圾很奇特的方式，我们要请教局长。我其实哈，乱丢垃圾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应该的行为啦。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为了好玩，还是为了比较，不要让野狗咬哈。所以我们以前有看到是挂在树上，因为他怕说放在地上会被咬，他还主动把那个垃圾包挂在树上哈。对，然后避免野狗去咬它。当然我当然知道它里面有那些食物，它这样挂着，对，它避免一段它是就挂着。那以前刚开头比较多的是哈，也是在同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丢到西丁河里面。对，就是
只要是他可能随手方便丢西定河了、嗯、哦，那我想可能也是同一批人，现在刚好搬到比较下面来哈，刚好丢刚好丢到那个电线来上面了、嗯、哦，所以我们在那还是要呼吁了，就是垃圾还是有它固定排出的时间，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能遵守这个垃圾排出的时间啦哈、哦、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其实在本市的早上哈有9个的定点，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好朋友多加的利用。对，最近新开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地内抽水站，获得民众蛮大的好评，一块来看一看。市议员李敏勋示范开车从远远路往市区方向右切进来，直接倒垃圾的正确方式，非常方便又安全。这是为了方便暖暖地内地区居民利用早起上班时间倒垃圾。在地方议员争取下，从3月1号开始，早上7点到9点之间，市政府环保局在地内抽水站旁边设置得来速垃圾收集点。民众可以直接开车或骑车进来，到垃圾车旁边倒垃圾及回收物，避免停在远远路上，可能遭到后方货柜车等大小车辆撞击，方便又安全。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其实就是把这个地内站把它增设。那目前是暂时试办1个月，那从3月1号开始这一个月会来做一个试办。那这个地方这个站有一个好处是说，它在停等的时候民众可以有一个车道，直接从这个车道顺行车道进来，那就不用停在外面的红线。那因为远远路上早上要上车要上班上课的车辆非常的多，那也相当危险。那如果有一个车道进来让民众丢垃圾会比较安全。那这一个月里面呢，这个丢垃圾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由于刚试办，还有很多民众不清楚这里新设一个垃圾收集点以及怎么来这里倒垃圾，市议员李敏勋和太太周代义贴心的在现场导引，并且告知地内民众可以来这里倒垃圾，不用特地再到暖江桥头的垃圾收集点倒垃圾。就是因为地内地区的民众前往这个抽水站的前往这个丢弃站的时候，因为要行经直接直上台北，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直接穿越马路，那造成这个那边当地的整个交通状况非常的危险，那时常发生大小车祸，所以我们才会来研拟说，原本说这个环保站是不是要迁移地点，还是说增设一个地点。后来我们跟环保局开过好几次会刊，也现场也办过会刊，跟后续好几次协调的会议之后，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内站增设一站。那暖暖班还是维持原本，还是有维持在运作哦。那它是7点到10点，这是暖暖班的部分。那我们地内这边的就是缩短1个小时，就是7点到9点。那请民众多加利用这个便民的一个措施。对，真的要多利用。像这样子很受民众好评的，还有哪些点？我想整个在基隆市总共有9个点，然后那最主要是方便所谓的上班的民众在傍晚的时候赶不及丢垃圾的状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点的垃圾的一个收集点。那这样一个垃圾的收集点通常会容易造成交通的堵塞，就是包括刚才您有看到的大家停在旁边就冲过来，对，就冲过来，或者是摩托车随便就停，其实那个会真的会造成交通的影响，即便警察在也没有办法有时候真的都停在对面，那直接就穿越过来冲过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市民好朋友除了多加利用的话，也可以注意自身的安全，最主要是车子要停好。那在刚才的那个点抽水站的这个点，是因为刚好可以车子可以开进来，它不用停在马路旁边，不会造成交通的影响，最主要可以保障我们市民好朋友的一个人身的安全。是，所以这个点真的很受欢迎。而说到这个受欢迎的话，就是我们的厕所，基隆市的公共厕所呢，最近刚全部整修完毕，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有厕所居然被人恶意破坏，你快看看。他已经第二次换了，第二次换，为什么？这个是昨天换好的，第二天的时候就坏掉了，然后又换这一组。你看，他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的坐姿为什么。拆启用不到一周，这间位于基隆市爱义路中正高架桥下新颖的公共厕所马桶盖却疑似遭人为破坏，目睹的清洁队员直批实在没公德心。更离谱的是，才短短一周，马桶盖被破坏的情况已经连续发生两次，让管理的基隆市环保局方面相当无奈。我们爱义路公厕在上礼拜的时候，做重新翻修，供民众
供民众使用啊。那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们爱路的公厕就遭两次人为的破坏啊，那将我们的马桶盖全部踹断了。那希望民众来使用公厕的时候，可以好好爱惜我们公厕内所有设备。两次发生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我们马桶盖是整座被拔起，那我们的门有被踹坏的现象。那我们经过一次维护的时候，那已经把它恢复原状。那隔了大概三天的时候，马桶盖一样又被民众把它踹歪啊。那，一个礼拜内发生两次这种事件啊，还是真的希望民众可以好好珍惜我们的设备。两年前就在市议会提案的基隆市议员童楚伟表示，这间公厕位于知名的康马丁鱼市旁，使用率非常高。好不容易争取经费并克服法律限制，让厕所内部全面修缮汰换，连洗手台都改为感应式水龙头，没想到却连遭破坏，甚至还有民众直接在洗手台清洗鞋子跟鱼货。他因此邀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并呼吁大家能爱惜使用。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具有国际的观光客以及外地的游客很多来我们基隆采买，所以他们要随时维护环境的这个安全跟干净。所以嘛，发现这个被破坏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个经费来争取，要突破种种法规的限制，希望市民朋友还是可以爱护这个公物。然后包含我们现在洗水槽，其实都已经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时代哈。我们不用那个，我们都是用感应式的水龙头。那我们这几天其实也有发现一些市民朋友把鞋子拿上来洗，我想这都是道德跟公德心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爱护维护我们共同使用的环境。对此，除了环保局会每个小时定时打扫注意外，辖区中二路派出所方面也决定增设巡逻箱，加强巡视，希望遏止这种恶意破坏的行为继续发生。真是要呼吁大家一定要有公德心啊！而说到这一个城市的发展啊，大家通常到一个城市会去看它的厕所还有市场，厕所真的很重要。基隆市环保局积极推动全面提升优质公厕的精进计划，内容包含哪些？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张科长。科长，是，现在由我来跟市民好朋友来报告一下啊。一个国家它的一个生活水准的一个进步，它有两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第一个当然是环境的一个整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那这个公共的一个厕所的一个整洁与否，对民众的一个生活品质影响是最大的。那因为我们基隆市它是属于比较早发展的一个城市，那在这几年来公共厕所它的一个服务它是属于比较老旧然后居多，那常常让我们的一个民众在一个如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异味啦，会有一些 不好的一个观感，那对于本市的一个观光产业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本市呢，在配合环保署的一个改善公厕及提升的一个优质公厕的推动计划，积极的来向中央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那我们在106年到110年，我们总共申办了137座，我们137座的一个公厕，那这些公厕我们必须要来端，一定要来靠着我们的一个满足我们市民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我们把它做一个汰换更新相关的一个设备，来符合建筑技术的一个规则，我们会追求到让民众有一个不湿不脏不臭的一个优质的如厕的一个环境啊。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努力的。那我这边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厕除了137座的一个申请，我们还有配合相关的一个政府它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的性别友善的一个厕所，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一个公厕可以让我们的一个不用女性不用在那么等待，让男性的一个空间可以腾出来，让我们的女性也可以来做使用。那无障碍的一个厕所，让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轮椅族都可以来很安全很舒适的来使用。那混合性的厕所还有多功能的厕所更可以造就更多，那里面的一些厕所的一个设备，比如说我们的育婴室啊，让我们的这个有带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换尿布啊，尿布台，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扶手，这样让我们的高龄友善的一个设施也在这个厕所里面来做一个显现哈。那我们总共的一个经费，我们到110年的一个总共的一个经费，我们已经高达到六千多万了啊。其实我这边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费哈，我们已经统计已经争取到环保署他核定的总共经费，其实已经到达了9370多万余元哦。那中央已经补助我们基隆市政府已经补助到6590万元多哈。那我们积极的规划，从106年的这个市场公有市场哈，公有市场我们总共的来改善了35座，那公园跟这个风景区的一个厕所，我们也改善了35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规划在文化的一个娱乐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也完成了31座的一个公厕的改善。那我们市民常常来做一个洽公的一个办公大楼啊，包括市政府啊，包括文化局啊、税务局啊，还有我们环保局的相关的一个大楼的一个公厕，我们也完成65座的一个公厕的改善。那在医院的一个部分，私立医院我们也完成了11座的一个公厕。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在这一个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我们的看马丁的一个公厕，它是我们110年我们用专案来跟这个环保署来申请的一个补助。我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包括议员这边的一些协助，然后环保署这边的一个通融啊，真的是很通融哈。我们用专案的方式来做一个补助哈，那很不简单的把这个使用率很高的这个看马丁的一个公厕把它完成。那完成了之后，那我们在一周啊，就像新闻这边来做的一个说明哈，一周就被市民来做一个恶意的一个破坏，那造成我们环保局的一个清洁同仁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个困扰哈。在这边还是要呼应我们的一个市民好朋友，公厕大家都要使用，下一个使用的人你要去尊重他，要给他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环境，而不是你现在使用完了，那下一位的一个公厕使用者他面临到这一个无法使用的时候，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哎，这个部分我以上先做说明。对，所以就是要呼吁一下民众要有公德心。而说到公厕，我就想说，想到那个竹山指南宫，它是公厕6星级，大家去那边有的还会拍照打卡留记录。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相关计划？我想哈，以前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超英赶美啊，哈，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但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公厕哈是超瑞，哈，超过瑞士啊，赶上日本。就是我们在发展这样的一个观光，其实大家都有去，虽然最近不能出国了，但大家都有去过日本。对于日本的公厕，其实大家都觉得它非常干净，所以我们非常有秩序啦。所以在跟环保署一个专案的申请这样的一个公厕的改建计划，我们一开头是希望让市场，好，因为我们的市场大部分的厕所大概都是老旧，所以我们希望从市场开始，然后再来就是公园和体育广场，好，就是体育广场哪里人多哪里去，对，就是哪里人多哪里去，然后再来就是图书馆，好，图书馆，我想哈，如果能够把市场、公园，然后体育馆，哈，还有这个图书馆好的公厕都弄好，我相信市民朋友一定非常好喜欢哈。那当然，我们最后一步也是针对于公家的机关的公厕啊，也做一个改善了。那志远科长非常辛苦啊，哦，你看这个这么多公厕哈，都需要透过它，对，来处理了啊。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市府非常的努力在打造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公厕。那当然就是哪里多哪里就先改善，那重点是要呼吁大家好好的来维护我们的公厕。而说到这一个环境保育的部分，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的资源回收，带大家来看我们环保署工研院携手加持2次锂电池的处理技术。
近年来电动车的蓬勃发展带动锂电池原料需求持续升高，但台湾产业对锂电池中许多有价金属资源皆需仰赖进口，因此环保署与工研院合作，从废弃的二次锂电池中提纯出高价值及高纯度的金属钴再使用，更符合整体经济效益及全循环之概念。我们这个发展这个技术之后呢，它能够把这个破碎完之后的黑粉呢，再进一步的一个精炼跟萃取，然后呢拿出它我们想要的这些化合物跟颜料，那这样可以高质化，而且这个技术基本上呢也是比较少空污，因为它是不是用传统的火化熔炼的方式，所以呢它会少空污而且减碳。所以它是一个低污染然后高质化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这样子的特性之外，有两个，这个技术开发完之后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把未来有可能大量产生的这个机动车辆的废电池的以后的这个处理的量能，我们把它未雨绸缪做好布局，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这些金属呢基本上呢都是比较昂贵的这些金属，我们希望把它留在国内之后呢，循环利用，变成形成一个循环利用的一个产业链。导入精密物理分选、萃取以及纯化、进阶分离、提纯关键原物料，其中硫酸钴与氧化钴更可作为锂电池的化工原料，并让国内业者有能力处理每年产生的1100公吨的废弃锂电池。看一下分析啊，其实目前我们的一个占比大概。大概一公吨里面，大概钴的含量就是大概是占13%，因为它其实有很多比例，可能是锂钴、锰铁，它的有不同的比例。然后因为我们是整个破碎完，然后我们去测量它一个含钴量，然后再去回推说我们可以提取，所以如果经过施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到99.7%的一个比例这样子。相关成果除了持续协助国内合法处理业者进行技术提升外，目前更与责任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积极推动成果落地中。环保署也说明，握有此低污染高质化的处理技术，但更需要废电池确实回收才能展现，鼓励全民一起回收废电池。对，像电池回收这件事真的很重要，环保署也不定期会寄出一些活动，让小朋友可以收集，然后跟学校可以去换橡皮擦，然后跟便利商店也有，对不对？我们要请教局长。我想电池这个东西哈，其实我在它制造的过程当中，或它进口当中，其实在环保署都会收一笔所谓的回收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费用。其实这样的一个电池，其实后端的处理真的需要好的技术来支持啦，所以就诚如主持人所讲的哈，我们在今年度一样把电池回收列为哦基隆市环保局哈优先办理的事项，所以我们在垃圾车的后端都会挂了一个电池回收桶，对，所以你如果家里有电池，你麻烦就可以投到那个垃圾车的后面，它有一个回收桶。那也诚如刚主持人所讲，环保署会不定期的跟便利商店来做一个合作，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措施，包括在那边所谓的一个现金的回馈事项。那学校我们也鼓励学校也做回收，所以学校也会办理相关的一个回收竞赛。所以在这边还是要麻烦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一起把这个电池回收啊，因为最近应该有很多来历物不明的电池啦齁，那这样的一个来历物不明的电池可能透过其他的管道进来到台湾的一个市场，那当然可以发现它的蓄电量并不是一个很好，那这样的一个电池更不可以乱丢，因为它整个在包装的过程中并不是处理很好，所以不管是您常见的牌子，或者说你发现这个从来你都没有看过的牌子的电池一样，只要看到有电池回收桶的时候，麻烦大家都丢在电池回收桶，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也没有关系，就麻烦放在回收箱里面，好，交给清洁队，我们在后端做那个所谓的资源分类的时候，细分类的时候，会把这些电池特别把它捡起来。是，真的就是要做好回收，因为这是对我们环境保育很重要的一步。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的废四机免费回收的政策不断的推陈出新，听说今年也有新的喽。我想整个在废四机好免费回收政策是在2010年的7月1号有正式来公告来实施啦，最主要是一机换一机，
就是你买新的，包括你洗的电视机、冷暖气机、电冰箱和洗衣机，你只要跟我们店家买这四种产品，他会帮你回收旧的产品，他免费的，等于他免费的。那这样的一个废式机的一个四样的一个东西，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记得，你在更换的时候，尤其是在那种冰箱啊，我们一般换冰箱大概都是坏掉了，没有办法修理，坏掉了，那就顺便请我们购买的电器行帮你顺便把它载走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在一直会提供了。那我在这边还是要特别 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电冰箱，电冰箱，一般电冰箱大家会讲什么样的电冰箱是可以回收的，那种冷柜、冷冻柜家庭用的，800公升以下的这种单一冷冻柜也是可以回收，单一冷藏箱这个都还可以回收，还有我们其他家用的，但是这种所谓的一个橱柜的出事的，包括我们在很多便利商店看的，或者是展示柜的，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医疗使用的一个冰箱，这个是没有回收的，就是家用的这个是有可以回收的。然后在洗衣机的部分，就6公斤到25公斤的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回收啦。那但是有些人会讲说，我这个电器行不帮我收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重要，周遭没有人会收，但是没有关系，基隆市政府还是秉着服务我们广大市民的，所以我们在有一个电话可以跟环保局，就巨大垃圾打电话去，对对对对。还有如果是有民间，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些事迹还可以卖钱，那也可以打一个所谓的一个专线电话，就是0800-085-717，您帮我清一清啊，您帮我清一清，来跟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业者来约定，你一样可以做一个旧机的一个买卖了，对，所以我们最主要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买新的很开心，旧的也要记得顺便处理的，对，说到回收，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废弃车辆居然有民众把废弃车辆停在田寮河畔。田寮河畔有免费的停车格，但走近一看，车辆不但布满了灰尘不说，钣金都已经生锈，轮胎更是没了气。算一算，像这样中古车就有3台，但偏偏每台车都有悬挂车牌。3台从这个工地在做就停在那边，就是占用了很久一般人的可以转换率啦。对，就是你这样不使用，然后又放在那边，然后就会造成我们附近，因为这边附近都传统社区比较多，也没有什么地下室停车场，那它这样长期占用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妥。这边等于说这附近好像有一家好像类似中古车买卖或者是那个保险公司的他们，因为他们车子很多，可能是在这边有时候会车子就找那个地方放，然后来交换这样。免费的停车格遭到有牌车辆长期占用，李明上网贴文。因为有悬挂车牌，并不是报废车，辖区派出所前往张贴通知书，认定是废弃车辆，现车主在7日内处理完成。提机车来捡，还是讲提别台车来开来这来捡，不要互换。因为这有牌较低，因为它这个有车牌嘛。我们如果说没有车牌，我们会离观光处会查报。因为这个有车牌，可能是因为有那个车牌，我们没办法来报警那个监狱区公所。可能是要透过派出所或警察这边来处理。本来市政府当初有在规划说，是不是这边来划线以后来收费的？那地方上的意见就是说，这边到处都是收费停车场也是造成这边的停车居民的不方便啊。能够不收费，当然是大家来利用这个空间来停车非常好。但是变成说，有的业者或者有的那个没有工作性的驾驶，就是长期占用这样子。东光派出所的警员就已经来把它贴上了。那要是车主在一周内没有移车的话，可能环保局会把这3台车把它拖去当作那个废弃车去处理。日前有脸书社团反映，本辖柴鼠桥附近有3辆疑似报废车辆长期停放，恐影响其他市民停车的权利。
本所获知后，业于本月15日派员查处，现场张贴通知单并拍照，转报环保局依规定处置。另亦有联系车主，表示会在时限内自行移至。基隆田寮河周边的停车位难找，长期被占用，警方执法清除乱象，把车位还给真正需要的人。欸，真的不要违停，直接就是回收。我们要请教局长，是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单位？是我们跟市警察局有一个合作的一个专案就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废弃的车辆啊，如果是废弃的车辆，如果是有牌照的部分，我们会请警察局来做一个处理啊，就诚如我们派出所这边所讲的，他们会联系这个车主，因为有车牌可以直接找到车主，那也会张贴公告了哈。那在一周内如果没有移除或车主没有来管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还是要特别讲车子不管多脏多旧多烂，它还是一个私有的财产，那私有财产在宪法有针对于私有财产的保障权，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繁杂的程序，包括我们要去把它车门打开，还要全程录影，对，请锁匠打开之后全程录影，才能把他的车子做一个移置因为这个是对于财产的保障，那如何在宪法的保障之下都又可以维持我们的市容景观，所以这个需要靠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努力了这是有牌照的部分啊，如果没有牌照的部分就直接由环保局，对，我们就直接会经过7天的公告如果你乱这个车子已经没有它的一个废弃物的，就是没有原来它的功能属于废弃物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做一个拖掉。对，说到这个车辆，大家就会关心一下我们的空气品质啊。环保局维护空气品质，针对各项目是加强力道。今年有什么样的新措施？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科。跟各位观众报告除了在刚刚提到的餐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管制部分，这几年来其实空污的改善有分为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像是邪恶电厂的一个管制的一个部分从1907年开始就使用低流油，还有一些设置的一些防治设备，包含烟气循环跟高频的一个净电机整体的一个排放量呢减少了8%到7%的一个部分。然后在于港区的部分呢，我们也针对于大客车的部分设立了一个空位区的一个部分来做相关的一个管制。在之前的话，整体的一个合格率大概只有50%左右。那今年我们划设为空位区完之后，整体的一个合格的一个比例来检测的一个比例大幅度的提升，现在目前已经到达了80%的一个部分所以看起来整体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成效的管制非常的良好。那当然除了管制于港区的一个大货车以外我们也针对的那个柴油的大客车跟热车都有做相关的管制，那基本上它的一个合格率都达到了100%那这是主要是针对比较大型的一个管制，那针对民众部分事实上我们都在推相关的一些纸钱集中焚烧的一个部分那这几年来的话，我们就在包含的殡葬业者跟寺庙的部分，还有大型的社区都有设置一些纸钱的一个集中箱的一个部分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社区包含像城上城啊，像新区的微笑台北等等他们都有完全的配合纸钱来做纸中的一个焚烧部分。可是除了纸钱集中焚烧以外，这边也在去呼吁其实我们环保局还在推一个政策，就是有关于以善代金的部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于全家的便利商店或者是 OK 的便利商店你去按它的一个事务机去点公益爱心捐款以供代金的部分来用捐款的方式给基隆市的相关的弱势团体来取代这个焚烧纸钱的一个部分。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一年的一个纸钱收应量就达到了114公吨在去年度的部分其实换算成金额的等于是就破千万了哇对，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就可以把这纸钱省下来用捐款的一个方式给我们基隆市的一些弱势团体来使用在去年度也有20万的
22万的一个捐款，然后那这十年来下来，事实上也捐了173万元，哇，算相当的一个多。是，就保护空气品质的状态下，而且还可以做公益，这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那当然也要鼓励大家一块来投入空气保护的行列。其实环保局也推出了很多的宣传计划，而且还有活动，就真的就是希望民众一块来加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李科，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针对民众的话，有两种补助，一个是补助电动机车的一个部分，那这边新购的部分每一辆可以补助4000元，那太旧的话，看你是二轻层还是四轻层的部分，补助的金额有6000到12000元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环保署的太旧的补助2000，还有一个那个碳汇的一个部分，整体来讲大概3300元，那这边加起来的话，就最高就可以达到。15300元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两年来因为经由这个大力的一个补助，事实上我们的电动也不用缴税，电动汽车也不用缴税啊，对，它也免税哈。那今年那个电动机车这个数量哈，从原本的大概不到1%哈，现在提升到2%的一个部分了，大概有3958台哦，在去年度的部分哦，所以整个电动机的一个数量是有倍增的一个情况。第二部分的话是。补助的对象是针对于学校跟里活动中心啊，这是有关于绿墙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相信，甚至这些绿墙哈，像这些植物的部分哦，它可以把城市哈做降温，是那也可以呢，吸收相关的一些空气污染物质等等。那在2018年部分，我们就开始来推动空气清新的一个绿墙的一个政策。那本市在八斗国小、五伦国中、德和。国小、长乐国小基本上都有提出相关的一个申请哈，来做绿墙这个部分。那未来看是不是有些里活动中心啊，像里长部分哦，有没有希望来做这个绿墙部分，也可以跟环保局来做联络哈，或来跟环保署来申请相关的一个绿墙的补助，让我们的空气会变得更清新。空气变清新，而且那个可以阻隔太阳的热能，也让这室内的温度降低。那降温，当然那个空气空调又可以在。更省电，那当然是一举数的。节能减碳的目的。对对，没错。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张科哦，说到这个环境卫生的部分，其实很多的垃圾来源于烟头小弟，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科。好，谢谢哦。为什么要把这个乱丢烟蒂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出来讨论？首先，我们还要针对烟蒂的一个危害来做一个讨论哈。那在根据国外的一个研究哈。我们每年几乎都会有几亿的一个烟蒂头会来做一个产出，那经过一个估算每年几乎将会有1亿只的烟蒂头会流到大海里面，那每根的一个烟蒂呢，几乎都里面都有含有2000多种的一些化学元素啦，或者是说塑胶微粒这个流到大海里面，再让我们鱼类啊，让我们的虾类，或者是说让我们的一个海里面的一个动植物下去做一个不当的一个使用，那除了危害到我们海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生态，那我们人类呢又是以鱼类为主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最终还是回到人类身上，后续还是影响到人类的一个健康，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要去注重，所以我们从2018年，我们配合环保署它的一个烟蒂减量的一个计划，我们在基隆我们就做出几项的一个管制，我们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烟蒂不落地，基隆更美丽的一个口号。我们连续2年呢，我们做了几下的一个管制哈。那我们先从在国家清洁的时候，我们在每年在农历除夕的时候，我们做年终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局长会就各个行政区哈，我们会结合各个行政区的区长哈，我们会一起来办理一个环境大扫除。那环境大扫除的一个当中，我们就会把这一个烟蒂的一个捡拾啊，把它清除哈，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那我们在连续2年，我们从中正区、信义区、仁爱区啊，每个行政区都去做所谓的宣传跟评比。这两年里面呢，7个行政区都非常非常的配合，他们也动员的
所有的一个环保志工队出来，来跟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检视跟清除，这个样子的一个措施哈，不只是说让这个烟蒂可以从这一个排水沟或者是一些花丛步道里面清除，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的一个民众了解这个烟蒂的危害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在七个区，我们也办理了评比啊，让七个区的志工队都可以来做一个互相竞争哦，我们互相把。就哪一区最多啊？这个大部分今年的还没出来，就对，都很平均啊。但是我们还是都给我们七个区公所都给他们相关的一个奖励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跟七个区公所来结合，让他们每年来提报一条的一个无烟巷道。那这一个无烟巷道主要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街道的一个整顿，同时会把这一个巷道把它定为一个。不会影响到一般住户，比如说公园的一个巷道，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规示范型的一个巷道，他们必须要经过卫生局的一个认可哈，来完成那一条的一个巷道，它是没有烟蒂产生，也不会有人在那边进行所谓的抽烟的一个行为哈，那让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里的区公所的形象跟那个巷道的一个。维护哈，可以更加的一个提升哦。那再来，我们还有进行我们的友善店家，在基隆市，我们每年都会结合我们基隆市的相关的店家，来协助我们进行他店家周边的五公尺之内范围来做一个环境整理。那我们把重点工作就摆在这一个烟蒂的一个清除，或者是说他会协助我们来劝导我们在他的店家周边。不当吸烟的一个地方来做一个吸烟，或者是说他乱丢烟蒂造成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500家的一个店家都会帮我们来做一个劝导，或者是说这协助我们环境整顿的一个清理工作，这个我们的一个友善店家真的也都对我们都很有的一个帮助，再来，我们自己环保局也成立了一个烟蒂热点区的一个巡查点，我们把基隆市所有的一个公车站、候车亭、计程车的一个排车站，或者是说比如说麦当劳这一些有大量的一个民众来出入的一个地点，它会产生有一些吸烟的一个行为，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把它作为重点的一个巡查。那这一些热点我们去巡查的，我们会要求这一个管理单位要来做一个自行来管理哈，让我们的这一个比较有产生烟蒂的这一些行为会降低。那同时我们也在做这个巡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分送我们的一个吸烟袋啊，吸烟设施，让我们一个有一些习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呢。那个司机大哥，他可能在那边营啊，不待机，他就在那边抽一根哈。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个行为哈，让他携带自己的一个吸烟设施哈，而不会再造成那个地方上的一个环境脏乱哈。是，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张科长，真的说得非常的仔细哦。环保局近年来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时间最后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呼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养成好习惯，让我们的基隆更美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